位于乌美一带的韭菜八城隍庙闹纠纷，现任主席孙祝嘉今天召开特别会员大会，并通过一项议程，要求前任主席林水金将500万份信托股份转到现任主席名下。韭菜八城隍庙联谊会总务陈天来受询时说，特别会员大会需要至少1/4的会员出席并通过议程。韭菜八城隍庙共有107名会员，今天有46名会员出席会议并一致通过议程。他说，林水金是以信托人的身份持有韭菜八城隍庙三清宫私人有限公司的500万份信托股份，既然他已卸任，把信托股份转移给现任主席是合情合理的。城隍庙下来将会通过律师处理股份转移事项，并会在完成后对外公开交代。陈水金受询时则说，现阶段不愿意对此事多加评论，他也会交由律师处理，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此事。